大家好，首先自我介绍，我是宝珠，我代表 ARISSTO 呢，很欢迎，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向大家介绍一个革新的迷你咖啡馆的商机。它呢是一个以小取胜的迷你商机，一个呢直接把咖啡馆就开在顾客的家、顾客的办公室，革新的咖啡馆的概念，不需要租金，不需要管理，而且每天呢是100%自动运作，就可以让你呢轻松赚取一年高达20%到51%自动收入的商机。那如果你呢现在正在找着一个每月可以帮你自动赚钱的一个小生意，或者是你对这个一年呢可以赚取20%到51%自动收入的商机感到有兴趣的话，那我相信呢你就会跟我还有我们的一万个ARISSTO的 partner 一样，对等下在这12分钟呢我为你介绍的迷你咖啡馆的商机感兴趣。ARISSTO 的 Mini Cafe 呢是由呢已经有25年历史的 Diamond 的集团100%的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事业。它是呢由一个革新的咖啡科技，就是 capsule 的科技呢所延伸出来的一个好的商机。大家呢不要看这个咖啡科技的咖啡机跟这个 capsule 小小的，其实呢它在欧美呢已经得到超过1亿人的喜爱。为什么呢？因为呢它具备了至少两大好处，是消费者呢难以抗拒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它让冲泡精品咖啡呢变得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不需要专业的咖啡师，一问一个8岁的小朋友，他也可以冲泡出一杯呢比美五星级酒店咖啡所卖的咖啡。举例，现在呢我要冲泡一杯很美丽的意大利云石咖啡呢非常的简单，我只需要呢把这一粒来自意大利的 ARISSTO 的 milk capsule 放进去我们高压蒸汽的咖啡机，轻轻的按一下。我们的咖啡机呢是使用198的高压蒸汽的科技呢，所以呢大家等下会看到呢这一杯奶它有很美丽的 form， 而且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好像萌萌的有蒸汽酱，对吗？因为呢这一杯是热腾腾的奶，基本上 ARISSTO 所冲泡出来的每一杯咖啡都是比美，可以比美呢好像在巴黎在意大利的五星级酒店所喝的咖啡呢是同等级的。因为我们呢是用这个高压蒸汽的科技呢把咖啡的精华逼出来的，所以很简单，我现在只需要把咖啡的 capsule 放进去，也是轻轻的按一下。所以大家呢现在所看到的呢冲泡出来的每一滴呢都是这个咖啡的精华，用了我们这一杯精美的意大利这个云石卡布奇诺呢基本上就是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冲泡出这杯精美的意大利云石咖啡。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个8岁的小朋友他也可以冲泡比美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就是这个意思啦。好，就这么简单又容易，我们就冲泡好一杯精美的意大利云石咖啡。那第二大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消费者节省更多的咖啡的消费，尤其是现在呢经济衰退呢，基本上每个消费者包括我跟你呢都在这个谈论怎样可以节省更多，对吗？那呢我们可以帮助顾客一个月节省呢高达75%的咖啡消费，一个月呢大概节省300块，一年呢就可以节省接近4000块。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看到呢 ARISSTO 的这杯这么高贵的 Black Diamond Cafe 的话，一杯是卖10块钱， ARISSTO 的会员价呢只是2.16块。这么精美的意大利云石 Cappuccino Cafe 所卖的价钱呢是15块一杯，ARISSTO 的会员价只需要3.6块而已。再来这杯这么美丽的香槟咖啡咖啡一杯呢是卖18块， ARISSTO 的会员价只是2.16块而已。这杯这么漂亮的 Rose Tea Latte 咖啡一杯呢也是卖15块，
ARISSTO 的会员价呢只是3.6块而已。那可能你会很好奇，为什么可以卖一杯15块、18块的精品咖啡 ARISSTO 可以卖的这么便宜，只需要2.16块而已？它是这样的，因为呢，一般的咖啡需要开店，要给租金，要请人，有水费、电费，它有一定的那个运作成本在里面。那即使咖啡卖顾客一杯15块呢，它是真的没有卖贵的，因为做生意要把那个成本计算在里面呢，是很合理的，对吗？因为 ARISSTO 不需要开店，所以我们不用给租金，不用请人，我们不用去承担一般咖啡所有的经营的那个 costing。That's why 呢，顾客所付的只是咖啡的价钱。总结来说呢 ，ARISSTO 咖啡的价格呢，比外面的咖啡低75%，所以呢，我们得到广大客户的支持。那 ARISSTO 是怎么样做到的呢？目前呢，因为市场上呢，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他们希望呢，以更低的价格，但是呢，想享受一杯高品质的精品咖啡，同时间他们又不大愿意花钱买咖啡机，所以 ARISSTO 就跟 iPartner 一起合作。 iPartner 呢向 ARISSTO 购买咖啡机，然后呢跟 ARISSTO 一起合作，以1块钱的月费计划呢，把咖啡机出租给客户，让它变成一间迷你咖啡馆，那么就由客户每天所消费的咖啡 capsule 赚取咖啡的利润。基本上呢，它跟 Airbnb 的概念是一样的。Airbnb 的 partner 把他们的私人的房子变成一间秘密的hotel，然后出租给顾客，他们就赚取那个房租的利润。ARISSTO 的迷你咖啡馆呢，因为直接开在家，开在办公室，不需要租店，没有一切的运作成本，它就可以让我们的爱巴呢，就是咖啡机的主人，每一天呢就轻松赚取可观的咖啡的利润。举例，如果大家的咖啡机每3天泡一杯卡布奇诺，那基本上呢，大家每一天赚取的咖啡的自动收入呢，就相等于高达20%的年回报率。如果您的咖啡机一天是冲泡一杯卡布奇诺的话，那你每一杯咖啡的自动收入呢，相等于一年高达27%的回报率。你的咖啡机也可以一天冲泡2杯卡布奇诺，那你所赚取的每一杯咖啡的自动收入就会相等于39%的年回报率。它也可能是一天可以冲泡3杯卡布奇诺的，那你所赚取的每一杯咖啡的自动收入就相等于高达51%的年回报率。那目前呢，我们 ARISSTO 的 capsule 除了咖啡，我们有精品好茶，我们有巧克力，也有 milk capsule。基本上呢，我们的顾客可以在家里呢轻松冲泡超过20种以上的精美饮料，等于顾客越喝越多，大家所赚取的自动收入就越多。那要怎么样可以成为 ARISSTO Mini Cafe 的老板呢？非常的简单，您只需要以一个代理的优惠价880块，向 ARISSTO 订购一部原价1580块的咖啡机，然后呢，通过出租呢给这个客户，让它变成一间 mini cafe， 那就从客户每天消费的 capsule 呢，让你呢每一天呢就轻松赚取自动的收入。至于呢，怎么样把咖啡机可以出租给客户呢？有2个方式。第一，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把咖啡机租给客户。第二呢，大家可以聘请我们的 ARISSTO 的客户专员，帮助大家把咖啡机租给任何的租家跟办公室。那我们 ARISSTO 的客户专员呢，只赚取一粒 capsule 1毛钱的这个佣金。ARISSTO 呢，是一个让你可以以小取胜的一个迷你的商机。其实在这2年呢 ，ARISSTO 跟我们近10000个的爱宝们合作，已经成功的在市场上呢开设了数10万间的迷你咖啡馆。我们过去呢，帮助了这些迷你咖啡馆的老板呢，每一天呢轻松赚取这个自动的收入，然后一年呢赚取高达20%到51%的年回报率。那如果你跟我们10000位的 ARISSTO partner 一样，可能现在有着 FD 的存款或者是其他的投资项目，但是呢目前的回报率很低，也许只有1到3%，也有可能你正在寻找一个可以每天为你创造自动收入，同时间又可以赚取更高回报的商机。
那我们欢迎你呢跟我们预约线上的 appointment， 我们就会让你呢了解 ARISSTO Mini Cafe 馆的利润以及更多详细的这个细节。你只需要在那个 comment box 打上我要了解详情，那我们的同事就会联络你，帮你安排线上的 appointment， 那么呢就会呢提供给你 ARISSTO Mini Cafe 的所有的详情，其中里面会包括第一，您所赚取的每一杯咖啡、每一杯茶跟其他饮料的利润；第二，就是 ARISSTO 的上班族的咖啡计划，这个是在市场上首创为上班族提供先饮用后付款的咖啡计划，这个呢付款呢是长达60天的那个期限。那我们相信呢，这一个咖啡计划呢会让我们更快速的把迷你咖啡馆开在每一间办公室，那么呢就为 ARISSTO 创造更多赚钱的机会。那么第三呢，就是 iPartners 的免费海外旅游奖励，那这个是我们很多 iPartners 很向往的一个旅游。在过去的两年呢，已经有几千位的 iPartners 跟我们到过泰国、澳洲跟意大利度假。那怎么样赢取这个免费的海外旅游奖励呢？其实它是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那我们的同事呢就会跟你分享怎么样帮助你呢轻松赢取这个免费的海外旅游奖励。那么最后呢，为了感谢您的时间，那我代表 ARISSTO 有一个小小的心意要送给你，就是 ARISSTO 精品面包的现金礼券。当然 ARISSTO 的精品面包呢跟一般的面包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没有人工奶精，没有人工的色素，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我们采用的是世界级100%天然的材料所制造的面包。那你只需要在那个留言信箱呢打上 Yes ARISSTO， 我们的系统呢就会 send 一个 link 让你呢去登记呢 ARISSTO 送给你的这个小小的心意。那最后呢，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那也希望呢在很快的将来我们会再碰面。在这里祝你万事顺心，谢谢。D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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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